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早，欢迎收看《早安华尔街》。那昨天的这个量哦，又持续放大。没错，1300多亿了。对。但是昨天是跌的。没错。哦，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讲说啊，这量爆太大，怎么样啦？哦，其实讲真的，昨天好在不是长红，因为爆量长红才是反转讯号。没错。所以其实讲真的，你现在你说趁昨天的跌，你真的都还没进场。还是说你的资金是刚从这个房地产，好不容易因为政府打房嘛，好不容易房子赶快卖掉安全出场啊，现在资金很满的，想要做股票的，其实昨天才是你最好的机会。不对，没错。对，所以基本上量放大就是好事。当然。对，那当然重点赚钱，就像选股票，你不是乱选，跟老师，你也不能乱跟呐、啊，你要看昨天这个大跌，昨天这个跌41点的过程当中。谁还能够让他的会员一样丰收？没错，一样获利，一样大赚，股票还在创新高。没错，其实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啦。如果说今天只有小量你才会赚钱，大量你才会赚钱，对，这个也不及格嘛。对，你小量的时候谈的，大量的时候都撩撩撩啊。没错，所以说你最大的重点说，你不论它量小或者是量大，你都要赚钱嘛。那很多投资朋友最近拢说，老师，为政府今麦叫人爱做底线呢？因为鼓励当冲，因为鼓励当冲啊，然后他们真的搞不清楚，讲老师想要什么？政府叫人爱做底线，要鼓励现股当冲嘛，对不对？量就会放大嘛，其实是不是这样啦？我在这个股票市场啊，20几年、30几年的经验，我跟你讲啦，我还没有看做当冲赚到钱的啦。我讲你听有无？你若讲今仔讲啊，唔是讲你当冲，你政府讲哦，可以先买后卖，你就一定会赚钱啊！有些人还傻傻的因为现在开放这一些，就是说他没有开放融资券的，对，所以可能从来都没有做过当冲的。如果老师去买现股当冲啊，我都开盘的啦，买落啊，买盘的啦，卖掉的赚钱啊，讲涨了了钱哦。对，没有那么好的事情。如果这么好的事情，那大家早都做当冲的啦。所以说啊，我觉得政策啊，在这一方面来讲啊，说的不够清楚。对，说现股当冲就好，就讲啊，万一若看唔到，你要卖，紧达卖掉安尼，唔免乎你讲收盘了，搁底下欢乐安尼俩。对。但是股票啊，其实在这个时候来讲啊，怎么讲讲来讲去啊，都是你进的股票，你选的股票好不好，决定你会不会赚钱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双响炮团队一直以来选的，比如说我们讲的3498的阳城，观众朋友你去来看一下吼，我们选的股票吼都是怎么样？这个股票讲几年耶？从去年，从全年底讲，去年底讲一年，搁今麦搁开始，嘛是搁在讲。在去年的2月涨到96.8块的时候，我们安全下车之后，来到车的时候，我来讲会不会东山再起？加偌济钱？加63.2块啦，这70块啦。我们跟你讲说会不会东山再起这个股票，那我们直接来看它的 K 线啦，因为时间哦。你如果要看我一天一天讲的，你去看我的重播就好了啦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跟你讲。那我们跟你讲会不会东山再起，在这里观众朋友一路这样起来涨到多少？这起一倍呢，涨到 134.5。 那这中间来讲，你管它大盘有量没量，它就是要涨嘛。观众朋友，涨到这里的时候，讲到这支股票我们还没有出哦，你不要误会，说我们已经出了无哦，有出的，我就来讲有出，无出的我冇出。观众朋友很多人在看，老师你不讲的，我就不是。那你看它涨来，每次涨，它在这边整理，你说这股票是强还是弱？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找到这样的股票？因为你来看啊，它前三季就赚6.2块啊，第四季的业绩还大幅度成长啊，外国这款股票获利很好，物超所值。所以你要去买嘛，所以你看就这样涨上来，这就是你进股票，你说在涨上来的过程，这一边没有量，它照样涨给你看啊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演讲的时候，我跟你讲说，你看看这个时候的外资买的那么凶，投信买的那么凶，为什么人家要这样去买啊？你要去想啊，如果说进公司是做卖
啊，这个公司就没人买啊，没赚钱，为什么要买这么凶？所以我跟你讲说，这后面还有一个利多，只要它的利多还没有出来，你都会人呢做放心，做放心，因为要过会去嘛。这个就是我们分析，也许有人觉得说这个这样分析哦没有依据啦，但是看利多有没有出来，其实这个分析来讲是很重要的。那你给他看哦，昨天大盘大盘是热的，你看他在这里还很强啊，他如果再突破这一个新高，哎呦个去你啊，这个就是我们选股的一个代表作啊，对二十块涨到96.8，这涨几倍？四倍，哎，涨四倍呢。然后再从这边70块又涨到多少？134.5，涨了多少？一倍。不到一倍啦，差一点点啦，所以若无起价一倍哦，心内感觉有准有准啦。你看涨这么多，那你一年来讲啊，你要做几个股票？你说你去买房地产也好啦，你去买什么啦？体育公你做的重点乐透黑我无多啦，中到大哎、这个什么头奖的威力财或者大乐透，说哎老师哎投资报酬率那是靠运气啦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你去买房子也好。你去买任何一个投资商品也好，会比这个赚的还多吗？不会，哎，一年的时间哦，对，关键没得是几年的时间哦，所以说我跟你讲说，你这个股票哈、哦，我们从来都不鼓励人家去做当冲啦，一年元啦，啊，当冲都不能太丢钱，你别去做当冲，你去市场上看，我不是看一天两天啦、啊，长久下来哪一个时候做当冲赚到钱呢？没有人嘛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选好的股票。在他应该买的时候，你去买，你才会赚他一个大波段嘛。这买是怪代表作啊。我为什么喜欢讲这个股票？因为一开始是做好的。那不是只有这一档股票，我们再来讲。其实我们的股票很多了，我们讲一下。我说啊，老师遐久的股票啊，你搁底下讲。我们讲一下我们最近讲的股票就好了。那么这一档股票来讲，我们跟你讲说，整个市机啊，现在大家人哇，拢开始咧。这一次的 CES 电脑展跟你讲说，4G 手机啊是目前在整个展览里面啊一个最大最大一个亮点之一啊。啊，有 4G 手机那不基地台你还去手机啊写咩啦？看水的，好看，因为啦没卡丁嘛，不能卡不能用啊，连那个打电动都不能打，电动可以打。因为你没办法下载，你可以找一个点，可能有一两个点可以下载嘛。所以我跟你讲说哦，你做股票要去判断，所以我跟你讲说怎么样，将来的基地台绝对是受惠最快最早的。所以我们跟你讲说怎么样，做基地台要用到什么？要用到石英振荡器，要用到石英晶体嘛。所以这一档股票来讲，一定是受惠最大的嘛。哪一档股票啦？我们给各位看一下，观众朋友，因为你都起起来，所以我你看一下啦，来，有没有8289的泰益？哎，老师，这个股票哦。老师，那股票大家都不认识哎、欸，当然不认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流行就是中低价位的股票嘛。那你看看我们跟他讲了之后有没有涨上去？观众朋友有没有涨上去？来看一下，哇！1月你看哦，最高涨到多少？16块，涨到16块。我们在这边讲啊，啪一个起到16块，老师热落来呢，跌下来呢。老师，这样我就赔钱了。来，你给他看一下，我们昨天做了什么样的动作？也许你今天看到我的节目就说啊，老师你出去啊，我上去买，你工作好了。你给他看，我们在1月9号9:46的时候，我们跟你讲说怎么样，市价获利卖出，一起阿赖热都引我卖出，我来唔知我我遮厉害。我们再看一下昨天的一个走势，观众朋友你去来看哦。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那个分时走势，所以为什么你要跟在我们的旁边啊？你跟在我们旁边有什么好处啊？你都没去烦恼过啊，这个股票我是要做当冲啊，要送一下，你都不用，你只要把我们的扣讯带走，我们扣讯叫你说市价获利卖出，哎，是叫你用市价哦，不是叫你慢慢啊卖哦。下面这市价，今卖证券商每单公司价，就是你接一点那卖出去啦。9:46在哪里？哎，就是在这里。欸、几乎卖到最高点呢，管教没有加拍谁呢，卖到最高点呢，在这里啊，最高点多少？
16块嘛，啊，我们9:46就在这里卖的嘛。每一个人漂漂亮亮，安怎钱拉炸底拉底呀，足欢喜的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K 线图，哎、欸。收盘真的，我们卖了之后就跌下来了。对啊，我、哦、看了真的，我太有力了。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岛主朋友，或者说我们会看到这个都很高兴啊，因为怎么样，买在这里嘛，然后直接这样上来嘛，卖在16块嘛，获利了结，大获全胜啊！观众朋友，这不叫做做股票，对不对？这个需要你去垫股现股当冲吗？老师，你建的股票还没当现股当冲呢？我说我不用现股当冲啊，因为我是买在这里卖在这里，让你比现股当冲还赚很多啊。我们再看那一个扣讯，再看那一个扣讯之后，我们就要进广告了。为什么要看那个扣讯？将资金转进哪里？转进的那一档股票，我们等一下就要讲了。为什么我们要转进这一档股票？这一档股票到底有什么利基？为什么我们要把它转进去？等下就会讲给你听。那现在来讲啊，因为时间也不够啦，啊，我们这大获全胜转进啊，转进哪一档股票？我们广告回来，我们再跟你讲。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在这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Hyundai 年终超放送，首创史上最强10年延长保固，全车系购车送 Sony PS4 还有 iX35 免费升级， Elantra J Power 再优惠，年终放送就来 Hyundai。 关键的30分钟，吃饭吃甜点，糖分吸收过多容易形成体脂肪，喝双健茶王延缓糖分上升，控管热量，油腻甜腻双杀，双健茶王 I can。 好消息好消息，有福同享来了，第一项皮财烧热钱推升涨最快，第二项获利豪波段操作赚最多，蔡老师江老师双人服务，皮财烧获利豪这两项帮您找涨最快赚最多，请立即拨打有福同享专线02-2578-3777，2578-3777，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。爱你一世又一世，新年新希望。城市中单身男女们都希望能有另一半和自己完成梦想，希望可以找一个女朋友跟我一起去巴黎铁塔前面打卡。我希望在农历过年的时候带她去行天宫插头香。哇塞，超酷的！希望说有机会可以跟你一起从事这些活动。波涛汹涌的爱情现场，寻找前世情人的旅程，都在周6晚间8点《王子的约会》。新的一年都跟 Hello Kitty 黏在一起，缤纷生活纸胶带，全套9款，黏出彩色的每一天。独特 L 型臀感按摩 ，I Fancy 粉丝椅，最爱你的 Fancy Toku Yo。马年轻松马一节，买指定商品就可抽红包领现金哦。商场如战场，成功的头家背后都有强力后勤部队。中华汽车精心研发全新的健达部队 ，Go！ 搭载世界一级大厂引擎与变速箱，省油再造，人人赞赏的啦！一部新达，一路都发达，中华新达3顿半，请到底当场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，所以我们双响炮团队都不是随便说说的，当然了，都有凭有据的，没错。我说昨天大盘跌41点，我们还让会员大赚出场。刚刚有没有看到大赚？短短的时间还卖在最高点，没错。观众朋友，做股票不是叫干单，讲啊，青菜买股票买了单的，你有赚几？不是，你要把它获利之后，钱变大了，再转到下一档重压，再变大。这样子的，你钱会越变越多。没错，啊，你都不做，都在旁边看，
我想你的钱哦、喔，一块钱都不会增加，没错，而且反而还会减少，没错，因为现在什么都在涨，就你的薪水没涨。对，啊，你老公打工工啊，我得被这当冲，啊，我就开盘给他买下去，然后收盘的时候就给他卖掉，啊，让政府的鼓励当冲，我按那走干没赚到钱，我还报警哦。如果会赚钱，那早就赚走了啦，何况你没有在做当冲的，公益共的滚石不生台嘛。嘿，一粒石胎啦，一直在那滚的时候，它上面一定没有轮胎嘛。咱台语讲啥？讲戏边卡卡久的人诶嘛。对，你今天在股票市场你要大赚钱，不是我今天买一支，明天再买一支，而是你一档股票买的应该赚一个大波段啦。反正你这句话你永远把我记哦，记哦掉，记哦清楚啊。不是讲我今天买一支赚一趴，今天买迄后壁迄支赚一趴，啊你赚的拢有看，啊你一概了了十几趴嘞。你的一定是一档股票，你研究得很清楚，戏边卡卡固为人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耐心，你一直在那边等啊。为什么这样讲？除了刚刚我们讲的阳城之外，哎，我们做股票是做波段或做短线，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客户讲得清清楚楚啊。对，像太一我们就做短线的嘛。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像阳城我们做长线的嘛。还有没有长线的追档嘛？4703的阳华，这是伫古尼。4月19号，我们跟你讲的，那个时候我们跟你讲说，它的业绩从有没有2700万成长到多少？5000万，5000万再成长到8000万，到去年的3月，你看看，这里都一度在成长。我们再看另外一张，外国小机关公司一路一路在成长，我们一路一路在追踪这一档个股。这个到去年，你看哦，从3月到11月的时候。这里都变多少？1.2亿、1.3、1.4、1.4、1.4、1.4，这边的成长幅度还是这么大。那两个字，夸张。这就是成长太夸张了。对，连续两年都这样成长，哎，啊，老师的成长该下顾不起呀啦。老师已经成长足侪未起呀啦。我昨天在这边跟大家讲，在这边跟大家怎么讲？我说哎，起未起？让他看他12月份的营收嘛。如果12月份还是1.4亿的时候，哎，通常嘛是别去，因为成长已经没有在成长的嘛。但是我下面讲一句什么话？那如果它大幅成长，大幅度成长嘞，来，哎，我昨天讲的哦，昨天你两话等于就不打完了。那如果它大幅成长到1.8、1.9呢？哎，结果果不其然，你家。12月份营收1.9625亿，月增34.95%，年增有个178%，又大幅成长，又大幅度成长。观众朋友，老师你还想搞，你来讲这个是对，我嘛唔知呀。但是我有跟你讲，如果他的营收到1.8、1.9的时候，哇，成长幅度又晋升一个 level 哦，从本来2500成长到5000。5000成长到1亿，1亿成长到1.5亿，1.5亿成长到现在，快要2亿了。2亿，哎、欸，你有感觉伊阿在咧挑迄个幅度啊，有够大诶无？所以你看看他昨天怎么走，这是我跟你讲啊，你莫讲想要做啥物现股当冲要赚钱，无遐好赚啦。结果你看这个是他昨天大盘成交1300几亿，到尾啊落41点，你看我们的股票。有没有几乎收在最高点，再创历史新高？来看伊的 K 线者，你来看者咧。这就是安怎？你对完这个股票现在放心，因为我们一路在追踪，我们长期追踪追踪下来，有没有每一次我们都很准确的预估出来？为什么我们可以很准确预估出来？管教明，这个你要去拜访公司啊，你给他看，从12块一路涨到这边60.3块。啊，加我这样，62.5块。你老这个股票，你感觉是安怎？老师在 BBA 房地产较好谈。哦，老师在一支股票，我要做长线啊，来谈起来吼，对12块起到62.5块。五倍。哎、欸，你要不会贵金属叫5倍？对啊，你要怎么去赚嘛？而且这个成交量有不是没有成交量哎。我们一直在这边每天赚起的，那我来讲这个股票。老师，你讲的股票我唔捌听过啦，我嘛知道你唔捌听过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在这边跟大家讲？你看这样涨上了，12月营收创新高，哎、欸，这个后面才是重要，哎、啊、也探寡济，
爱金尼啊，那是去年的事情嘛，他今年会不会每个月变成都是两亿，然后2.5亿，然后3亿，这你要一路追踪下去啊。如果这一档股票你给他看哦，他去年赚四成长的哦，可以让你涨了4倍哦。那如果说他可以从2亿维持个半年，然后再到2.5亿，再维持个半年，然后之后变3亿，如果他可以这样继续成长下去，爱个阿伯去玩嘛。那如果他停在这边来讲，哎，都差不多啊嘛。我讲的就是分析就是这样嘛。为什么股价是反映未来嘛？所以观众朋友，这股票就是一支股票，咱来堆头，一直达降到堆涨堆涨，啊，大家人赚到足多钱，足欢喜，我嘛对你足欢喜啊，对不对？你今天你不要说你是我的会员，不是用什么啦？你今天光看我的电视节目，看我达降底价讲这支股票哦，你就赚到百到嘴啊啦。只要他敢买的话，只要你敢买的话，老师我不敢买，我马查你不敢买，为什么说你敢买？你为什么不敢买？因为你对他不了解嘛。所以我跟你讲说，你要买这一种股票，你要了解呀、啊，你要了解人家在做什么啊。其实我们那时候跟你讲，人家到底在玩什么？人家有什么新的利多会出来嘛？那营收不是最好的利多吗？那你看到他这样在创新高，你心里的感觉是怎么样？我太唔卡扎买。我何必去做什么当冲，去买什么房地产，买这样的股票就好了啊。所以现在你的思考，你就要讲什么样？杨华在这边，哎，我们有追踪到，有买到的，你有在这一支股票赚到钱的，你当然来来回回还可以继续操作啊。它涨完了没？我不晓得，因为我们不能预测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要做这些股票，你绝对只能跟我们来操作，因为我们对这一支股票不离不弃。对于去年的2月、3月、4月，讲到今麦跟你讲。那如果你也想说啊，老师啊，无吼，看我迄底价开始啊，业绩营收大幅度成长那个股票，我刚刚有看你的节目呢，你说你们把太易出掉的那个资金转进哪里？我立马来讲这里，来看看一下。其实我们给你找的股票，因为我知道你看我们的电视节目啊，也许有时候，因为你没有办法，你不是我的会员，没有办法带进带出嘛。但是我介绍好的股票给你，你抱较久的都会当赚一个大波段。为什么？我们着眼都是从业绩着眼，你唔茫管你伊业绩，你唔茫讲大盘新高量偌济，那个你都不用去管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这个成长幅度有出来啦，有没有很像刚开始我在讲杨华的时候，你给他看这么开戏啊呢？多开戏啊，哇！117%、80几%、170%、91%，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，这个不是我写的，这个是直接我们电脑当录下来的。而且你把去年哦，任何一个月跟前年的任何一个月去比，都大幅度成长。哇塞！观众朋友，你知道不？哎、欸，跟我们在当初在讲杨永彪，重点是安怎，这个股票拢还袂起掉呢？哎、欸，这个写起来，我做真侪人咧讲个 WD。有没有很像？有啦齁，而且它有放量，右肩有放量哦。对啊，关键没有，不是干啦安尼啊。如果这样，我得带你推荐，哎，一探你家呢，2.23呢，去年前三季就赚二点，做探几耶哦。那你看这个业绩这样都还没有发酵哦，我看到这一档股票好像就我又回到啊，去年的3、4月我在讲洋华的时候，十几块的洋华，十几块的洋华。去主那谈要不谈价这一类，对对不对？你光看它业绩这样大幅度在成长，哎，高本才偌济呢？哎，高本才4亿呢？哇，更轻了！哇，这个更轻呢？关键没你知道不？所以说像这样的公司，你要努力用真去找啊！其实现在我跟你讲，整个台股里面遍地是黄金啊，是你懂不懂得去找？就好像台北市现在有一坪10万块的房子，你要不要买而已啊？你敢不敢买？为什么？因为现在资金都还没有到股市里面来嘛。对，所以你现在出来，哇，老师，我唔知买什么股票，我要做一个登记，你就从营收，哇，这营收每个月拢成长这么多，啊，佫还袂去掉。然后呢，技术线型又很漂亮，然后又很赚钱，又那么低，具备这一些条件的股票不涨，就好像我当初在讲杨华说，这个股票不涨是什么股票要去呀、啊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如果连这样业绩大幅度成长、很赚钱的公司都不涨，
你说我们分析师要分析什么样的股票？我们要分析给你的是这款，大家人都还没发觉，业绩大幅度一路一路这样成长上来。如果说像这样的公司，它一旦发酵起来，有个含洋华赶快了，一路一路涨上去。为什么？今麦大家人都做平端的啦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人为什么都很懒，都不努力去找公司，都要等它涨上来的时候，哇、哦，这间公司大家开始在注意啊，大家人买不里买。那个时候都已经太慢，因为有时候你已经买不下手了。对，只有我们双响炮团队，我们是这么认真去找出这样的股票啊。我们花了多大的心思把这样的股票找出来？就好像去年二月的时候，我们在找洋华，哎，找出来，那个时候也没涨啊。对。但是你给它报一年，你又觉得说啊，金价是物超所值，值得啦，值得啊。所以你要复制洋华成功的模式。第一个，营收大幅度成长，底下六块，弄这多。第二个，现在的流行中小型股啊，股本低的。然后呢？第三个，爱个有碳基，因为老婆碳基的公司，你忙去买了哦，那个不能做长线哦。你看获利还在这里，具备这样条件的股票，就值得我们去做一个长线。也许这支股票到今年底啊，搞不好它涨到50，涨搞不好涨到60块。对，用啊，有个无碳就足可惜诶。所以你今天呢、啊，错失过我们当初在讲洋华的时候，你也干不干？啊，老师一直那对你指哦。干一支股票，我得赚个百个嘴啊，何必这么辛苦？你自己找得到像类似这样的股票，你就自己去找。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找到这样的股票，我们股票一档一档会推出来，你就跟着我们来布局这样的股票。现在都还来得及，哎、欸，当然来得及。对、哦，这个股票还很多，好好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。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谨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它是个极其简单的工具，但又极其强大。它能用来开始一首诗，或者完成一首交响乐。他到过教室、会议室，甚至上过太空。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看到，接下来你会和他去到哪里？更薄、更轻、更强大的全新 iPad Air。中华电信3G 民用网络，加最多 WiFi 月点，给 iPad Air 绝佳上网体验。超低月付199，买 iPad 首选中华电信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有福同享来了！第一项皮财烧热钱推升涨最快，第二项获利豪波段操作赚最多。蔡老师、江老师双人服务，皮财烧获利豪，这两项帮您找涨最快赚最多，请立即拨打有福同享专线02-2578-37772578-3777，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。有不嗯烫欧贝达哦，正光金丝膏不含代克菲尼，不伤肝，正光加味金丝膏更有效。全体注意，有精神主任来啦，快来两粒 LS 深呼吸，让向阳直出脑。